你想过这个世界未来是什么样子吗？是人类不再只能仰望宇宙，也是大数据全面改写驾车模式，是能源转换效率突飞猛进，也是奈米技术解开遗传疾病之谜。2021年，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正式合校，迈入新世纪。我们有着新的使命、新的任务、新的责任，传承深耕，融合开创。一树百货计划，我们集众人之志，破化愿景，放眼未来。科技不断创新研发，让通讯网络、能源、金融、教育与学术研究走向智慧化，产业发展、生活品质都将提升至更高层次。聚焦人工智慧医疗照护及创新高阶医疗器材，透过大数据分析打造整合照护体系，让医疗以人为中心，人类得以延长的不只是寿命，而是精彩的健康人生。培育国内医疗及生医人才，积极跨领域合作，以因应未来永续发展。展现生医与理工优势，同时兼顾人文价值，具备国际观，与世界各地的伙伴进行交流，重新检视大学社会责任之角色，迈向永续发展的蓝图。阳明交大将持续以传承两校传统文化特色为使命，以持续研发创新为目标，不断超前部署，让台湾在后疫情时代掌握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先机，在最短时间用最快速度洞察最细微的真理，成就最惊艳的蜕变。未来在哪里？这里就是未来。无限未来，国立阳明交通大学。